是丽塔，今天是八强淘汰赛的第一天，也就是咱们摇票的两支队伍马上要征战的一天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现在看到我们在会场的其中一个门啊，因为咱们呢，就我是可以从后门进来的，但是咱们的摄影团队呢只能从前门的某一个门进来，所以会发现很多的玩家其实跟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地方。现在是马德里下午，太阳是比较大的，也来了非常非常多各地的一个粉丝，但我看主要好像还是本地的粉丝会比较多一点，貌似没有太看到像咱们中国来的粉丝。不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几个来聊一聊，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是 IG 正在进行他们的生死战，所以我们要给 IG 加油。哎，然后我们利用比赛的间隙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场馆。历年来呢，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德杯也好呀 S 赛也好啊，就决赛也好，我们的场馆周边都会有很多那个就是一些专卖店卖一些像队服、像出征服，或者像一些手办。你看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些什么阿卡丽的一些手办，而且今年那个是远古龙的手办，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就之前我参加十周年的话，官方也送了我一个。然后好像那个上面是粉丝可以排队买一些小吃，但是太多人了，我们就不挤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这个门进来正对的就是舞台，然后比赛是有三个大的主屏幕。太牛逼了，我就想说IG牛逼。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我在休息室抓到了我的双双在看比赛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后台都能听到法兰克的粉丝的声音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直播还没有看到，我们直播慢一点，我们先听着他们的欢呼就知道他们杀人了，很纠结，很纠结。希望可以加油，反正已经拿下一场了。是的，加油。